近日，关于天使之路选手 Nami 和男友分手的消息饱受争议，关于他的各种留言不断，甚至有网友发文宣称揭露 Nami 的真实人品，称 Nami 在恋爱时多次出轨，甚至还曾勾搭上过陈冠希，还晒出了许多 Nami 和陈冠希的亲密合照以及聊天记录。12月6日， Nami 闺蜜通过微博发文称，你们都想要一个真相，我作为她十几年的闺蜜还你们一个真相。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。从昨天开始，分手和网络舆论的压力已经直接让他看透这个世界，他就一张嘴，而你们千千万万张嘴。他跟我说心太痛了，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了。他说他的世界明明都是善良的，并表示 Nami 有严重的抑郁情绪，还通知发文黑 Nami 的人一直黑他，黑到他死吗？为什么你们要一起摧毁他？你们都忘了最初是因为什么喜欢上他的吗？他一直用最大的善意看待这个世界，对待所有朋友粉丝，你们就是这么回报他的吗？从曝光的照片看出， Nami 躺在手术台上，手腕有深深的血印，医生正在为他包扎做手术，脚上也有血迹，而 Nami 却一直在掩面哭泣，看来非常的伤心，令人心疼。